林元庆。谢谢主席。主席，我们四虎团队韩市长以及我们议会的好同事、新闻界的好朋友，在我们电视机关心期间的乡亲时代，大家午安，大家好。那我就来针对我们市长，市长，你有很多的承诺，你有承诺无作为啊，政见全跳票啊，你真的是真正给红蓝好你足大的这个机台，给你这么好的89万多的选票啊，那你真的你真正是天公阿囝，你半年啊，不到半年就让你当选高雄市长啊，但是你当选了市长之后，马上就想要去选总统啊，那你去选总统，那你的有承诺无作为，你的迪士尼在哪里啊？啊，你的赛车在哪里啊？你的摩天，你的爱情摩天轮啊，你的赛马，你的医疗观光，最可笑的就是早稻田啊，你要高雄分校啊，你到新加坡去考察，看人家新加坡有早稻田的高中分校，那你也想要来，更好笑的早稻田他就说麦哥讲啊，根本不可能来恁高雄区是这个分校啊，所以我说这个笑话笑到国际去啊，引起国际社会议论不断呐、啊。我说市长讲话讲太满，说太多啊，人讲吼讲一本机啊，做无一汤匙啦。那你又讲货出得去，人进得来啦，高雄发大财。现在高雄人谁发大财？高雄人发大财了吗？你看，光是你在最巅峰的时间呐、啊，你在最红的时候啊，我们的高雄灯会，你参观人数有409万的人数啊。那你到去年哦，就109年呐、啊，就今年嘛，你就来了，那个参观的人数才147啦。你这样递减的实在太可怕了。你的观光产值啊，好，那你说那个你的。我看到这个，我这心就很痛。市长，就为了你一个人呐、啊，就让整个议会乱象。我们来看看，你当时因为你没有来市议会，你看我们的市议会啦，乱象全武行。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市长，你看一下。混战，国民党议员刘德麟右眼受伤，血流如注。见到绿营梁子君攻占主席台，刘德麟使出锁喉功，左手勒住民进党议员林婉容的颈部，让林婉容当场吓得大喊。刘德麟强按林婉容肩颈，当时叫刘德麟议员不要碰我，国民党总召把我推到，这时从主席台就推到后头的同党议员身上，林婉容人被挤到一旁，又被刘德麟连推带拉，整个人当场跌倒，撞到后脑勺。刘德麟、林婉容双双挂彩，分别送往医院治疗。林婉容因为有脑震荡，国民党议员他拿的麦克风是有声音的啦，我们民进党我本席拿的麦克风都没有声音，你看这刘德麟有多可恶啊！我一直叫他不要碰我，他把我这样子从主席台给我推到那个。林婉容，本席一直请你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欸、你们还冲上台来抢议事台。啊，为什么不还原真相呢？一下，把我在主席台把我推到，让造成本席脑震荡啊！好，这个就不用再播了。市议会真的是践踏议会，为了你韩国瑜市长一个人。就让我们整个市议会乱成一团，真的是议会乱象不断上演。有一句话说了，俗语有一句话说了，灰熊刷连累搞，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你韩国瑜市长的缺失，去造成国民党整个他的为了包装你，为了护航你，整个形象都破灭了。那本席也觉得说，这是史上自治我们的好，地方自治史上最丢脸、最黑暗的一天呐、啊！那整个市政空转，那我们再接下来再来看，市长，你的信任已经被瓦解了。本席来建议你啊，面对6月6日罢免案，市长，你认为结果会如何呢？本席建议你啦、啊，如果能在6月6日之前呐、啊，你自行宣布辞职下台。如果真的是罢免成功了，
会带来你很尴尬的下场，尴尬的场面。所以很多的啊，我若讲到这个，我真的是头大，一个头两个大。你一方面又要发动坚人部队，一方面你又低调，这个是真的会彻底我们的社会真的会撕裂啊！好，我就今天就针对我没有很多的时间了哈。今天十分钟啊，本来十五分钟我会讲得很完整，但是剩下几分钟，来我们来讲讲我们港务公司盈余回馈海线地区。市长，我请问你，我们台湾港务公司它盈余提拨的宗旨是什么？你跟我回答一下。你不知道，市长答复。市长，你不清楚，没关系，你坐下。我知道你不清楚，他提拨的宗旨，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为了提升港区周边道路交通服务品质、环境绿美化、噪音空气品质、噪音空气污染防治。这个就是我们港务公司每年提拨我们的盈余回馈高雄市。那每年盈余提拨高雄市有3亿8000多万元、啊、但是我们高雄市政府有没有专款专用？根本你们都没有专款专用。来，市长你来看一下，我们历年来港务公司回馈高雄市政府，你都给他拨到大水库，应该这个要专款专用，这个在用在高雄市高雄港周边的啊，紧邻以旗津、古山、左营、盐城、前镇小港，以小港前镇是最大宗，是腹地最大的。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小港，我们的前镇，那我们渔港是高雄、台湾的最大港，就是渔港。渔港也创造我们整个台湾外汇的很多的，赚了很多的钱。那我们来看看渔港周边的排水系统，已经40几栋啊。都老旧，都没有去更新。如果我们去看下来，雄心许多，如果道路不平、凹凸不平，整个市容观瞻不好的时候，我们如果请你们过去会勘，你们第一句话，没钱，伊不是都市计划到，他们不是都市计划范围内，他们属于港区的，属于我们的渔业署管辖的范围，你们一句没有钱。你看我们3亿多，这没有钱吗？这个港区的周边道路多处破损，排水系统不堪使用，环境缺失，整体没有规划。因为如果今天有15分钟，我就可以讲的很多，包括本席一直在推动我们渔港的观光鱼市场，现在中央也已经有在规划，包括我们的水排水系统，我们的污水处理也请我们的水利局现在有在做计划。那我时间不足，那我要请我们市长给我答复一下。如果说我们，你看这个都是，你看我市长，这个你没有办法去，我照给你看，我用 PowerPoint 秀给你们看。这是我们渔港每年港务公司都给我们3亿多，结果你看整个渔港的范围道路不平、凹凸不平，这个路数啊，路数本来树大就招风嘛，尤其我们在渔港的那个地方，请你们过来减树，树要修剪。每年如果遇到台风的时阵，就是整个真的是惨不忍睹啊！市长，整个我们的渔港，我们渔港的人是日天过敏吗？我们渔港的人，这一次我们前任小港从来所没有的，市长一定都是民进党比较多，票数最多。但是这一次是破天荒的，前镇小港都是你最多票，所以我要请市长，这个专款专用3亿多的专款专用，是不是用在我们的渔港的周边？你请回答好不好？请市长答复。谢谢林议员的咨询。我们愿意跟港务公司协调，市政府愿意来当领头羊，港务公司愿意出这笔钱的话，有啦，已经出了，每年都拨3亿多，我知道，好，每年都拨3亿多。已经从101年就拨了到现在，那今年你们的3亿都用在哪里？3亿3900万。对，那本席要请市长，我们港务公司每年的盈余，他们的支付，你们的计划，你们是怎么样使用？我希望你们给我书面给我，你们都没有，你们都用在大水库。如果是林雅，他也是吗？如果是三明区，他也是吗？你们
我今天没有要分化什么，我只是说三亿多一定要放在周边的党。好，谢谢林议员哦。那本席也再重申一次哦，是因为民进党议员阻挠我们109年度的预算要交付审查，霸占主席台，抢本席的议事锤，才很遗憾造成了国民党议员及无党籍议员要来捍卫全高雄市民的权益。本席